林玉晨晨，没有，老虎也行。道长，哇，林玉晨，你看这样，既然林玉。 看得见我吗？
道我在哪儿吗？看得见我吗？我在哪儿吗？看得见我吗？去，来，撤。蝴蝶，你输得还真难看。力量，再多给我一点力量，我一定可以干掉那个家伙。我可给不了你力量，你忘了我们的协议吗？力量只能通过你自己的双手来获得，沾满罪孽的双手。力量，我要更多的力量。沈冲，你也变成我的力量吧。看来这次的客户又选错了。力量！哎，投资又失败了，该去哪儿找新的客户呢？究竟跑哪儿去了？人没追上。哎，你说找人啊？对，离开了老奶奶，您认？牢的主人70多年了，他叫张怀义，是天师府的弟子，不喜欢老老实实待在山上，所以我经常有机会见到他。有一阵子他却突然失去了消息，不知道是在山上刻苦修行，还是去哪里游历了。我好久没有见到他，一天晚上他突然出现了，但却是来道别的。他说为了他的师父和同门，他不得不走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他又背负了些什么呢？但我却没有机会知道了。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龙虎山。奶奶，牵着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快追！别。
好老子憋了一肚子火。哎呀，知道了。你和狼蝴蝶是朋友？才跟狼蝴蝶一伙。我们又不傻，跟沈冲扯上关系了，都没有好下场。是他指使狼蝴蝶想天师府测的吗？这不废话吗？不然我俩抢那叠废纸干嘛？沈冲看上的，那肯定是好东西啊。是不行，是爷爷的事。对，陆羽，